烈妻万岁，心急如霜雪。他也曾经被他的夫君宠爱过，不爱的时候还让他退居长信宫，保留一丝尊严。做团扇的班婕妤下场不好，不要学他。我很羡慕的。 父王把你嫁给我，是因为他知道子建喜欢，他是希望子建恨我，好跟我来争太子位。朕不是生的乃是嫡长子，可何必设宴？朕爱过长子。众口说王亲，庭为何？我早就没有力气去爱弑君圣臣。难道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吗？陛下，你爱过我，燕君去国时，独宠。